澳曼大国家森林游乐区位于南投县仁爱乡，呢度拥有枫叶故乡嘅美称，系全台湾名气最响亮嘅赏枫圣地。每到秋冬季节，满山遍谷嘅深秋火红色，总系令人流连忘返。嚟到澳曼大，除咗欣赏枫红之外，里头嘅瀑布区系你不容错过嘅地方。睇住溪水倾泻而下，令人叹为观止。离开瀑布区，我哋嚟到澳曼大嘅明星景点，呢度系连接枫林区同松林区嘅唯一途径。喺离溪床约27层楼高嘅吊桥上，尽览成个园区嘅美景。走入松林区，更别有一番滋味。唔单止有古木参天、历史悠久嘅松树林，仲有树皮构造特殊嘅全皮砾，大自然最珍贵嘅资源尽收眼底。另外，园区入边大多数保有原生林嘅风貌，所以喺呢一片森林孕育相当丰富嘅动物资源。目前经调查已经记录嘅鸟类就有120种，其中以台湾特有嘅保育鸟类台湾南雀最具特色，而台湾猕猴亦系呢度嘅常客。喺呢度你可以有机会同佢哋嚟一个近距离嘅邂逅，感受台湾之美。嚟一趟澳曼大，保证不虚此行。